啲公司嗰啲我唔同你講一次，呢個34.1啊，啲公司嗰啲唔同你講一次啦。好啦，咁但係咧呢度咧有一個呢、這個 dummy web 嗰度咧，其實一陣我哋會用落去嘅時候咧，小心啲。呢度我哋會有好多啲即係細節可以用嘅。好，嗱第一條啊，trigonometry 嗰度。基本上呢幾個 form 都可以用到㗎啦，就係、是、a square 減 a square 咧，就可以用 x 等於 a sin。我問你嗰時候係，如果係 a square 加 x square 係用 tangent， x square 減 a square 咧係 secant。其實呢個可以用 cotan 都得㗎，呢個可以用 cosecant 得嘅，不過就即係冇咩需要特登去整多嚿嘢出嚟啦，即係多咗符嘅佢兩呢兩個方法就好呢條啦。證明佢呢嚿嘢，咁所以咧個 x 係2014 tangent theta。然之後咧 d tangent d x 等於2014 secant square d theta。好啦，跟住執曬落去。这个是 tangent 2014 square tangent square 加2014 square， 咁就抽咗2014咧 ，tangent square 加就系 secant square 嚟嘅，而呢个 d secant square 咧就约咗，咁做完呢个之后，跟住 theta 啦 ，theta 就画翻个直角三角出嚟转，如果有需要转其他就画翻直角三角出嚟啦，转如果冇嘅话咧就咁样搞掂噶啦。OK 啦，好嗱，跟住我俾你睇啲 partition 嗰啲變化，佢其實咧其中一樣嘢，佢都考慮過，即係有細微嘅變化呢時候咧，所叻嘅嘢唔同嘅。嗱，2014噶，咁如果九減 x 咧，咁呢嚿嘢其實可以叻 u 係即係 y 等於九減 x 噶，咁你可以直接啲咯，大家直接，如果你自己好快脆，一睇落去睇到嗰嚿嘢，咁冇所謂嘅。譬如嗱，如果你睇到呢嚿嘢，即刻。我都看到了，這個跟住負了它，看完之後即是這個 y 來的，即是負9減 h 的二分一次，即是乘2跟住加 c， 跟住即刻出個答案，沒問題的。好，如果你說轉埋它都可以的，但是它最重要的問題呢，不是只是考慮這麼低能的東西，它是想考慮什麼呢？考慮個分辨多了一個次方和少了一個次方的時候呢，它之間的微妙關係，這個就要用個 sin cosine 的了，即是個 normal substitution 的 let x 等於3 sin theta。 Victor 有問題嗎？我講完這條之後 我停一停它，跟著 我埋你那裡講一講。好啦，跟住代咗佢之後，代曬佢啦，約咗由 beta。其實佢咁巧 beta 就，如果唔係話其他形式咧，要用 sin cosine tangent 去轉咗佢嘅。好，得啦，未呢個寫完啦嘛都。大 part 咧其實係 product rule 嘅調轉嚟版本嚟嘅。大 part 咁樣嗱 ，du 乘 v 等於 over dx 等於 u dv dx 加 v du dx 啦。咁其實咧，如果將兩邊一齊 take integration 咧，就呢面 take 咗 integration 就變咗 uv。不理個加斯住啊，好啦，呢面 take integration 咧，即係兩俾條成一俾個 dx 佢咧，就會冇咗個 dx 嘅，約咗個 dx， 呢個約咗個 dx， 所以就變咗呢條式。咁佢 product rule 係咁樣做嘅，唔係 product rule 調轉嘅咧，就係擺 part 咁樣做嘅，即係想揾呢嚿嘢嘅時候咧，你 make 翻到 subject 嘅時候咧，就會變咗呢、這個。好啦，嗱，因為咧我唔知道你哋即係其實係點樣教邊只 form 嚟嘅，但係咧我好著緊一個方法咧，就叻邊識得睇邊呢個 u 邊個 v 嘅，叻邊個 u 嗱我叻出嚟，實際真係叻出嚟嘅。我做一條俾你睇先啊。x ln x dx， 咁我叻個 u 係 ln x， 剩翻我知咧 x dx 就 dv。你就話應該我估佢係叫你壓入去咁樣做㗎嘛？我哋做下解釋㗎。做咁就哦，即係多你自己都係叻 u v 㗎。我冇寫出嚟，即叻你冇叻 U V， 即係本書教嗰個方法咯。書教係叻 U V 嘅，但係我冇通。
其實我唔知啊，即係我會咁樣即係咁樣講，除非你自己做得好熟啦。好啦，咁呢個咧係DU 係等於 U 分 X。開大咗。呢個漏咗 DX 啊。V 係 DV 係 X，DX， 所以 V 係 X square over 二。咁然之後咧，根據條公式咧 ，UV 係呢兩個乘埋。咩啊？好大個負數。即係頭尾嗰兩個乘埋。跟住減 VDU 咧，就呢兩個乘埋。嗱 ，VUV 呢兩個減 VDU， 咁 in 翻佢呢個，搞掂啦。我 share 少少經驗俾你睇啊。如果佢個 formula 咧喺個 polynomial 能夠 U L N U 嘅話咧，我叻個 U 係 L N S。polynomial 諗 E X 咧，我叻個 U 係 polynomial， 剩翻嗰啲係 D V。polynomial 諗 sin 或者 cosine 嘅話咧，其實叻個 U 係 polynomial。如果係 E X 諗 sin cosine 咧，又唔叻，不過要叻兩次，做兩次。做完兩次之後咧，就翻翻轉頭再做。好，我有一個 general fact 啦，有一個 general fact。個 general fact 係點呢？如果你見到嗰嚿嘢係難 in 嘅話，難 in integrate 嗰嚿嘢就叻佢做要。當然你小組開嘅話，你可能有你自己嗰套方法出嚟，但係其實即係我自己經驗話俾我聽，呢套方法就幾 work 嘅。甚至可以即係上面即係 YouTube 上面有好多啲嗰啲 YouTuber 咧都有講啲邊啲方法邊啲方法嗰啲咧。其實我覺得邊個方法你如果要學得廣嘅話，如果佢學得廣嘅話，一係就一定係呢個方法最廣嘅。如果你要 long term memory 到咧，都係呢個方法啊。咁樣唔係我只推介自己啊，係呢、這個即係。嗰、那個實際即係操作嘅時候，嗰、那個最好嘅方法嚟嘅。好，下一條未得好，嗱我停一停部機先。19 example 19。係啊係啊。揾個 A 嗰邊坐標。AA 先 ，A 先，唔好意思啊，未揾 A 嗰邊。呢個用白筆啊，咁你只用自己嗰套方法做咗佢啦。你做咗之後，你對一對呢個答案啱唔啱得㗎啦。做哇好嘢啊！好啦，咁跟住咧，你點揾 A 個坐標咧？就一式二式嘅啫，執翻落去，執咗落去之後咧，個 X 約咗，其實唔約都得噶啦，即係唔好約啦，即係一式二式抽咗出嚟約咗之後，咁就 X 係零或者係一，咁個 Y 就會係執翻落去嗰條式嗰度咧，零或者係 E 嘅負一次方，咁所以 A 嗰點坐標咧，其實係一 E 負一嚟嘅呢個位，好。如果你個人對唔寫，即係唔寫到答案，會扣分。好了，跟住呢嚿嘢 in 咧，就 in 到出嚟係上面嗰個結果嚟噶啦，就唔使你個加資噶啦，因為呢個 indefinite integration 就唔使你個加資。呢個 e 係 constant 嚟噶，所以你需要 in 個 x 嘅啫，就 x square over 二再 over 二，咁執翻落去變翻呢個樣。即係擺翻落去，轉翻呢度。呢條咧就要做兩步嘅。如果 polynomial 能曬咧，就會叻要係呢個，係啦。咁 DV 係零翻嗰啲，咁就第一步。咁做完咗之後咧，呢個第一 part 啦。其實我知道點解佢唔採取呢個方法嘅教法，因為其實本身呢個方法咧，清楚表達啲信息之餘咧，但係其實好累贅嘅，即係你多咗嚿嘢喺度咧。你點樣寫咧？有時呢嚿嘢好長，可以咁，所以佢唔教呢個方法，其實我覺得係一個失策嚟嘅。
翻嘅。好啦，即係本書有，本書唔係，其實本書真係應該係唔係佢本書都係仲寫出嚟㗎。你本咩出版社書㗎？我唔記得咩出版社。佢咁樣寫埋出嚟啊？佢其實係有寫埋出嚟，好似。你睇睇啊！佢話俾我聽就唔係㗎。好嗱，跟住呢個再轉咯，又再叻多次。U 係 X， 即係係咁叻 polynomial， 因為 polynomial 能 size 嘛，咁就叻 U 係 polynomial， 咁就變咗呢、這好啦，下一條 partial 嚟嘅呢條，係呢、這個，呢、這個其實佢有啲即係有啲位嘅，因為呢個有個 pi x 咧，其實好麻煩，有個 pi x 咧，其實會有好成日都有啲係咁，即係有嚿墳墓咧，即係揮之不去咁樣整出嚟嘅。但係呢個我唔同你去即係詳細講啦，但係我俾咗個答案你抄低佢先。或者咁講啦，你想唔想去指咗做翻個答案出嚟？可以嗱，你做翻個答案出嚟啦，我停咗部機先。好啦，跟住嗰條啊，咁嗱佢話 using substitution 嚇、integration by substitution 就叫你erase 呢嚿嘢，但係呢個咧係三減 x 嘅，咁嗱濕邊嚿嘢應該？如果嘥三減 x 嘅話，你裏面嗰嚿嘢咪變咗好複雜咯。邊個等於 y？ 即係 y 等於三減 x 嘛？嚇，你裏面嗰嚿嘢咪變？y 加係咯，你 x 係 y 等於三減 x， 三減 x 即係三減 y。我改咗濕我，我濕咧 y 等於負 x。因為個目標係轉一嚿嘢啫嘛。我收尾睇翻你嗰、那個，你嗰、那個即係話，即係我用咗即係用咗半秒鐘去睇，你嗰個方法 work 嘅，得嘅得嘅。好啦，嗱 ，y 等於負 x 啊。咁轉咗佢，domain 都轉埋啊。要 domain 轉埋佢，你講。轉曬佢啦，咁因為我需要咁樣睇咧，需要處理個負啫，其實。但係如果你仲話你嗰個方法就要處理曬三派減三 y， 即係要處理咁樣。其實應該咁，你原則上面兩者都唔係好大分別嘅啫。好啦，將個負抌埋出嚟變咗值。同埋轉埋個 dummy variable 啊，你改翻咪嗰啲。係咯，喂，頂你！你啲加減好真係，我想見你一個揼你七王咪先，下次唔好俾我再見到你啦，唔知咪錯呢啲。好，跟住呢個照代翻條式入去，正話嗰條式入去得㗎啦。咁執翻佢變翻呢個數。嗱，個數比較核突㗎，即係其實唔係佢其實考試真係考到你，即係佢而家月考咧啲數咧，其實我感覺上面唔係話太難，但係咧係好not difficult but因為其實你整套方法你都是有方法做的，但你做下去之後你就不知道為什麼做得不夠上順，就是這種感覺了。這裡是polynomial over polynomial， 我是 focus 上講這類的 integration 怎樣做的，上面是 linear， 下面是 quadratic， 其他情況即是這些比較針對你 M1 M2 的考試模式做的。好了，第一件事，如果下面是可以分開到兩塊的，我一口氣跟你講曬佢啊！即係你抄佢就抄，唔切同我講，我放慢翻少少，計翻 A 同 B 出嚟。咁呢個叫 partial fraction， 最容易嗰種 partial fraction。partial 完之後計完佢，
基本上啊，如果份模係飛開兩嚿可以靚嘅數，上面係 degree 一或者 degree 零咧，都冇所謂，都係 part of vector 嘅，好啦。但係如果下面係 fit 唔到嘅話，下面 fit 唔到或者 fit 出嚟係 rational 嘅，irrational number 嘅話咧，咁上面個 degree one 同 degree two 咧又有唔同嘅方法做嘅。好啦 ，degree one 先，上面嘅 constant。degree one 嘅時候咧就用 computing square，compute 咗佢先。compute 完之後咧 ，x 加二，我分咗兩步做啊 ，x 加二分一就變咗 y。負二嗰啲係四咯。dy over dx， 跟住呢個再轉多次就 y 等於開方三 over 二 tan 咗。即係轉翻佢，會唔會快得滯 ？OK 好，好啦。第三個 case， 最後一個 case 㗎啦，就最 Q 難嗰個 case 嘅。呢啲你冇講㗎，我話俾你，你哋學校冇特登同你去細緻咁樣討論呢種情況應該點樣處理佢㗎。但係咧 ，DSE 嗰度你睇翻咧，出過好多次㗎啦，出過我記憶裡面淨係 DSE 出過兩次咧，下面份我係要 computing square 或者係要即係有 example 九嗰種例子出現嘅。好咁跟住，如果上面佢係 degree one 嘅話咧，而下面又 fit 唔到嘅點算咧？咁呢個咧，你就要自動咁將呢嚿嘢咧整開兩嚿嘅。其中一嚿係咩嚟嘅咧？其中一嚿咧就係 d 咗下面嗰嚿 ，d 咗下面 2x 加一。咁 2x 加一你要令到呢度嗰 x 咧係消失咗嘅，所以 2x 加一乘二分一。咁呢個剩翻嗰嚿嘢嚟嘅，剩翻嗰嚿。我舉多例子俾你睇啊，即係你就因為嗰日都舉咗例子俾佢哋睇嘅。嗱，譬如五 x 加七 over 二 x 嗰日加減 x 加三 ，d 咗下面嗰嚿咧就四 x 減一。嗱，呢嚿五喎，咁即係你要五括弧就四五抽咗出嚟，裡面就四 x 減一，所以四 x 減一出面就乘翻四分一。你等我一陣先，我 send 埋呢條先要。好，咁跟住剩翻嗰啲咧，就個 constant 嚟嘅，唔靚嘅個 constant。好啦，咁呢部分咧，前面嗰部分其實 natural log 嚟嘅，因為你可以將呢嚿嘢咧 ，4x 減一塞咗入 dx 嗰度，就變咗 natural log。而呢嚿嘢就係普通嗰啲 computing square 嗰啲缺口嚟嘅。呢嚿變 natural log， 呢嚿變缺口。好啦，我繼續做翻上面嗰條啊。上面嗰條你抄翻佢個答案啦，我 show 埋嗰部就俾你睇先。其實 computing square 嗰嚿都好複雜㗎，有時啲嘢好鬼死狗㗎。即係你，因為我呢條咧就住剩埋嗰條嚟生活法咧，所以我直接可以寫個答案出嚟㗎。唔係嘅話，你感覺上面其實唔安，即係覺得好辛苦嘅，即係哇轉嚟轉去啲方法。但係其實 differentiation 本身就係咁 Q 難㗎。I 個 I 組合咧，其實咧我哋有一個 rule 嘅，就係話如果嗱，即係呢啲你其實我睇落我都覺得好麻煩，我唔知睇咩嘅。所以咧，我其實咧，除咗呢個第四之外咧，呢三個咧，我歸納咗另外一啲方法俾你，我歸納另外一套方法俾你。呢個打星落去啊，因為呢個係我最少知道咧係直接或者間接考咗三次，而且係無聲無息之下考三次。咁佢出分別係咩咧？佢係要 tangent theta 轉 tangent 二 theta。即其實一樣嘅啫，你 theta over 二同 theta， 只不過呢個款同呢個款其實比起上嚟咧，就呢個難睇啲，但係 theta 同二 theta 就好睇啲咁嘅啫。嗱，sin 同 cos 嘅組合先啦 ，sin 同 cos 嘅組合如果有一個單數嘅話咧，分開有 m 同 n 係單數，有 m 同 n 啊 ，m n 係有一個單數，同埋 m n 都唔係單數，咁呢兩種情況啫。如果 m 或者 n 係單數，其中一個係單數嘅話，譬如呢個係單數啦，將單數嘅其中一個數，即係 cos 三次方嘅 cos 一個，擺喺佢裏邊 dx 嗰度，就變咗 d sin， 然之後將出面嗰啲嘢全部轉曬 sin， 即係呢個 sin 係 cos square 轉咗個 sin， 一定轉到噶啦。你寫到個方程未啊？喂。你寫咗出嚟俾我睇咗先，哦，咁我知道點解你考試會高分啦。原來你本身你係一定要好勝，你好勝心強咁多嘅。咩啊？
阿豬咯，阿豬果然係豬啊！豬相傳咧，豬嘅 IQ 咧，啊唔係相傳證實啦，證實咗 IQ， 豬嘅 IQ 有百分之有九十。我又唔係豬咗我講，但你係豬啊嘛。好嗱，呢條咪有一個單數咪？將個齋壓入去變咗 D 負負齋 ，D 負負齋就轉曬齋嗰啲轉曬。好啦，咁咪再陰功啦。後面嗰條啊，三即係 C 嗰 part 啊 ，C 嗰 part 就出咗啦 ，DSC 裏面，即係舊年出咗啱啊。點解啊？跟住可唔可以咁啊？係係。跟住未得。呢個係上面定邊條嚟嘅呢條？呢條係。呢一個係呢條。要寫埋呢個。一定要寫埋呢個。好啦，做完咗 A 咋？咩啊？跟 B 嘛，擺零落去。係擺零落去咯。你咪擺零落去咯，擺零落去即係用邊條啊？用呢條咯，五嚟嘅咯。好。嚇？我唔係好識喎。你個 X 係負二至到。但係佢咁，我就用呢條食啊！你意思係？因為你擺零落去，咪用呢條食咯。跟住就變咗即係變咗十減五，跟住再括號十減五。咩十減五？因為十減五，然後括號十減五 x over 二。你講邊 part 先？呢個咪 F 零啊嘛。係咯 ，F 零要擺一零落去先啦。跟住再擺落去。係啊，擺兩次。好嗱，如果係兩個都係雙數點算啊？我諗，我係諗咗將佢轉做 sin 二 theta。即係之後再轉 cosine 唔係 general 我講 general 拆曬嗰啲 double end 仲呢條，因為舊年出咗呢條嘅即係2019啊。呢個咪兩條，一條兩。即係用兩次呢條咯，用兩次。跟住，然後佢嗰個係 x 係零，咁我呢一度個 range 係濕咗零落係幾多？五。爆開佢，嗱你爆開咗佢之後，如果呢度咧有好多嚿嘅話，相信唔相信其實係好慘嘅。如果六次方都要死嘅，如果比如唔係四次方，係六次方都死嘅。咁跟住咧爆開佢，呢度要再用多次嘅，即係代咗零落去，阿豬啊豬，代咗零落去之後，啊記得啦嘛。即係五啦，又再代咯。五再代。好啦，跟住先 end 翻佢就係呢個。好啦，我講埋多一樣嘢啊，就係 sin 同 cosine， sin 同 tangent 嘅組合。sin 同 tangent 嘅組合同 cosine cotangent 組合一樣嘅做法。好啦，如果 sin 同 tangent 嘅組合咧，我都係將佢精簡咗個方法俾你睇嘅咋。就係咧，用呢兩條式，即係呢條式嘅主要啊。一加 tangent square 等於 secant square， 好啦，點做呢？其實同佢雙數單數有關嘅，但係呢條咧，我唔用雙數單數嘅方法去歸納啦，淨係你睇下得兩種 possible case， 一係就將 secant square 抌落去變 tangent， 一係就 tangent secant 抌落去變 d secant。好嗱，這個如果我將secant square 抌落去咧，變 d tangent 呢個 tangent。所以即刻搞掂。好啦，哇頂咁大聲嚟㗎！好啦，跟住如果係聽到三次 secant 嘅話，你呢度冇二次等入去啊嘛，咁即係我將 secant tangent 咧就兩個嘢壓入去裏面，就變咗 d secant， 咁 tangent 就變翻二次。好啦，咁即係聽上條式 square 嗰條式就有 secant 咁樣轉嗱，用呢種方法咧個感覺就會即係從同一個感覺個角度出發啦。如果嗰啲次方都好 Q 大或者好即係有本身都係麻煩嘅。係最後嗰度就變咗兩個可能性。係啊，咪一個可能性咧就呢個範圍嘅一個可能性，呢個範圍一個可能性，所以你要分開 if x 係。負二至二之間就呢個 case，if x 係二至六之間就另一個 case 咁樣。
好嗱，呢啲 case 嘅時候咧，就我應該見到應該係第二種嘅 case 噶啦。我看不到你後面還有第三種的，所以應該是這兩種的機會出現了，即是那些關於分層的情況。好，今天這個好，最後一部分了，恭喜你們、煙是 A size pizza 加 B cosine pizza 加 C over D size pizza 加 E cosine pizza 加 FC pizza， 如果這個 formula 的話呢、這個是 universal 的方法、當然我不是說這個方法是唯一的方法，是一個是全面的方法，全面的方法T 等於 tan 咗 theta 好快，好嗱，就住呢條講啫，因為呢條咧，阿Sabina俾咗另外一種方法，我就唔使用呢個嘅，係易好多，不過好 technical 噶。呢個都係呢啲方法，只不過 A 係C 係一，個 B 係零，個 A 係一，咁呢個下面就對翻啦。好啦，let T 等於 tan 咗 theta， x 好快二 ，tan 咗 x 好快二。我又計翻 dt 先，嗱，足夠轉啦 ，dx 要轉 ，sin 要轉 ，cos 要轉，但係點轉咧？呢度 half angle， 呢度 double angle 嘅喎。好，我首先 d 咗佢先啦 ，dx dt 等於二分一個 secant square x 好為二。將個 secant square 咧調落去。調過去，因為我要轉 dx 啊，調咗落去之後，唔好意思啊，我做咗另外一樣嘢先，因為我 damn 係 damn 咗另外啲嘢，畫翻直角三角出嚟先，個 angle 係 x over 二，個對邊係 x t， 個斜邊係唔知個輪邊係一，跟住計翻條斜邊。記得啦嘛？唔係，係唔想計好多。好，收翻落去。因為咧，你個 secant square 調咗過對面咧，變咗 cosine 嘅 ，over secant 即 cosine。頂，唔好意思，我計咗 sin x 係幾多 ，cosine x 係幾多先啦？唔係 x over 二係嗱 ，sin x 咧係二 ，sin x over cosine x， 收翻落去一條正 ，cosine x 係呢條正。你知我唔 OK 呢、這個？好複雜轉，因為其實咧，喺我實際嗰個運作上面咧，我都會轉翻曬嘅。但係我先後次序係冇一個特定嘅先後次序咯。好 ，dt 咧，你寫翻落去即係你 secant 即係 over cosine， over cosine 即係呢個。開始再間距一個工程啦，呢、這個叫希望工程啊！我唔想間，可唔可以？你冇問題，你翻屋企只有時間，你做埋佢咯。好啊。嗱，足夠轉啦，足夠轉啦。你等我一陣先，我 send 埋呢條俾佢，我先睇翻你哋發生咩事。咩使唔使？喂，要跟啊，要複雜複雜啊！呢條你諗唔到，你用第二啲方法點做啫？我有啊，我將下面轉咗做 sin square 之後，上邊。即係上面成個一加 cosine x， 跟住就咁慢慢拆成三嚿嘢咁樣，咁樣砌翻出嚟咯。我知道，你 shit， 喂，如果唔係呢個 formula 嘅話，你冇得做㗎。你一陣你可以得閒做下呢條咧。咁轉咗呢個啦。足夠轉曬佢。乘翻入去，跟住你會遇到一個咧，你唔想見到嘅嘢，就要做多啲。怕數不順，你俾我睇下先。呢度，你嗰個咧？差唔多樣。我哋少少你都唔做埋，我頂你。但係你呢 part 你打得清楚 ，solve 佢嘅時候，你分兩個 case， 兩個 case solve 佢，兩個 case 之後，可能有個 case reject 㗎。哦，咁收翻個 business 啊？兩條色都要收。唔係，即係如果我而家條色要 reject， 係因為佢個。subtracting 嗰個 case，subtracting 嗰個過程 reject 佢。係咯，咁 tracking 收落邊度 check 話？你做到你知點樣收㗎啦。做到點樣 check？ 我唔想咁樣俾題你去記啲嘢。唔係記，即係我意思，我想有個即係有個意思。我呢、這個你實踐係唯一認真你最好方法啦。
呢度要拋到 fashion 嘅，呢度拋開咧就係 T 同埋 T square， 呢度拋開咧就一個 quadratic， 所以佢拋開變咗咁嘅。嗱，你唔使你拋啦，唔使你拋啦，你成日拋低佢先啦，第時你唔開心。喂，今日喂講得好快嘅，我之前講咧係個半鐘頭講唔曬啊，即係因為逐條逐條太多啲 content 要搞啊。好啦，你借咗個把 ruler 係咪先？咪你變咗 ruthless 㗎？係誒 ，good luck 啦，阿 Victor 啊，好，跟住逐嚿煙佢得㗎啦，每一嚿都靚嘅。我唔妥，我未食飯，我都。反正咧，我你只喺度做下，我落去食飯。你俾半個鐘頭，我最多半個鐘頭。